但是VG 得注意一下，他这个阵容好像他反而变成了一个比较偏单带一点的，而老干爹更加偏开团一些。哦，这个一级要拼起来，先是一个叶，闪现传送冲不到两个，这个位置偏离有点危险。回头打一套，这里想留闪现，哎。哎呀，库拉玛要交了，临死之前想换一个，哎，平一下，差一下，差一点血，这个皇子 TP 两个 TP， 这个位置两中上都传送过来了，绝美也来了，绝美也来了，哎，塔姆要吃点，哎，反手直接打，正面自己家的塞恩也踢过来了，一个立定跳远，这个位置是拉了一下身位，不过 DJ 一直已经被秒掉了，回头康帝也没法存活，这里的话开了一个金身，但 Lance 也没法走啊，一个异能链在原地，人头上泡芙给拿了下来，哦呦，这个时间点被包屁股打一波，女帮忙打，这边妖姬在旁边。打一会儿救赎，这看到了，看到里面在打，回头打一套，这个位置三打不动啊。龙看一下有多少血量，龙这边还有1000多，龙应该要被逞下来了。龙是被危机给拿了下来。阿拉斯拿到了龙，现在还要打吗？回头看一下，刚刚塞恩是不是车撞墙了 ？EQ 盖两个还不错，但是落下来一个加里奥，跑图这里也交了一个闪现，直接走，后面他们开车过来，一个一技能过墙。这边匡白在不停输出 Q 技能，没有打中一个大招，也没有打中，但是这个南风是要交了，后面有一个草丛里的奥拉夫直接选择回城，这里是麦维加辅助保了四个龙，这把打工是真笨，哎，上来打一套，这个位置被打了一个残血，盖一下，但是盖出一个闪现，回头开出一个时间鬼是板甲，又有南风这里被吸在原地，被杀了，这个时间打了光线，大招光线甲出来了，这怎么说，两个救赎，两个跳出来直接大招盖死了，哎呀，这里危机又是一波失误啊，老爹好像又找到奇迹了吗？天哪，夏鲁组和阵亡这一波处理的好，是有可能直接破绝末被强行拉回来了，他在下路带的好，被强行拉回来了，危机不能再死人了，危机再死人要被一波，现在妖姬能找到机会吗？有点肉踩上来直接全被秒了，哎，但是中塔还是要没，而且这边在追闪现是没有的，这里的话好像追的有点，哎，死了500块到手，这个中路的现在法穿帽在身上，哎，想突击重施，这个位置直接盖一下，泡芙交出一个闪现往后走，这里的话开出一个香火是板甲，回到继续打一套，这里的话皇子是率先倒地，回到继续打，这里的话赖子上开出一个香火是板甲扛得非常的肉，但是这里的话还是被回头打一套，这里奥拉夫被换掉了，还要最后一下，赖子没死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这个龙看一下这个位置，但是皇子，危机这危机的位置不是特别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先 Q 来开出一个香火是板甲，回头继续打，这边的话扛在前面，哎，这里先交一个技能往后跑，哎，白露丝大招又空了，但是回身再锤奥拉夫锤不到了，莱斯这里是率先阵亡，有点危险，哎，但是看到了，插出来了，看这龙是谁的？这个龙过去来还让丢一下，200多100多，这边是被奥拉夫撑了下来，而且现在老黑这边接不了，危机可以进行一波追击，妖姬踩上来留人打一套，我的这个如果拿下来，这个就是扛地啊，这是扛地啊，危机得想一下，这里龙看要不要打，直接撞龙，看谁的龙被康帝打下来了，扛地的盖下来，直接盖下来，泡芙没有闪现，泡芙这一波没有妖姬，泡芙打出一个纯哥甲，回头继续打妖姬这个位置，老弟很肉还在扛，南风阵妖姬同家了，妖姬同家了，看看谁能回，现在这个位置要保皇子回城，皇子如果回不了的话啊，妖姬回来，但是这个梯能不能落下来，打得有点快，没有下来了，下来了，看一下这个家能不能守住 EQ， 没有挑到人啊，泡芙让最后一下平 A， 危机拿下了这一城，把比分扳成了1-1平，是的。